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扑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282期的节目，应该有6天以上的时间没有跟大家更新变形金刚开箱啊，甚至连一部的影片都没有上传，这也是最近几年以来的少数呢有这么长一段时间没有更新的一个新纪录啊。那实在是呢，忙不过来，疲劳啊，而且现在的话呢，讲话的一个次数呢，因为前两天正是在公司里头上班的时候呢，讲话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所以回来的时候呢，我会非常的疲劳，会想要休息一下。那已经真的没有办法像以前一样那么拼命啊。以往都会想说呢，没关系，再一会儿啊，这个再冲一下啊，马上就可以有一个时间可以休息了，怎么样，可以放空了啊。但是一直都没有等到那一天啦，因为你永远觉得说呢，我可以再冲一下，可以再冲一下。那就导致于几年以来呢，我确实的感觉到呢，我的身体有一些器官来说呢，已经确实是使用的过度了啊，那我没有办法再像以前那么拼命了。这个呢，就，人呐、啊，就是总是会遇到一个，就是会生理上还是会有一些瓶颈的。那就也奉劝各位，年轻的时候呢，不要觉得自己呢，可以熬过去啊，该休息的时候真的必须要休息。好了，那前面啰嗦了一点点，今天的话呢，放松一下心情，做个小玩具。这个是魔方推出的一个 Peach 啊，不，Peach Girl 啊，这个蜜桃女孩啊，这个呢，这个盒会呢，我一拿起来看呢，就是非常邪恶。这个屁股沟的话呢，还特别画出一条线来。你到底是不是机器人啊？你在糊弄谁呢？啊，我才不相信你是机器人啊！那这一侧的话呢，有一个算是玩具的实物啊，看上去呢非常的可爱，粉嫩粉嫩的，对不对？那这一侧的话呢，只是跟封面的盒会是一样的。后面有个线稿，这个线稿的话呢也是颇为吸引人，包括可以看到一个造型还蛮可爱的一个车辆，这个车这个头啊，这个地方我会想到这个《七龙珠》里头那个悟空的太太琪琪，小时候她不是戴了一个头盔嘛，就感觉就很像啊，包括这个大头盔啊，就反正简单的说呢，跟可爱是可以扯上边的。那人物卡的话呢，则是跟和会是完全一致的。那后面这些信纸，这个你看它是一个 G01 啊，这个 G 的话。OK，反正就是一个新的编号吧啊，也应该目测的话呢，应该以后会推出其他的几个玩具。那配件的话呢，有一把刀，有一把枪。那玩具的一体性的话呢，我觉得表现还是可以。但是呢，我这一款的话呢，你看到吗？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地方是特别松。我看了一下，好像也只有我的这个部分是我的这个地方呢，会在那边晃来晃去啊，你们都没有，就只有我那一条在下面晃来晃去啊。我是说这个玩具的脚后跟。那没有关系啊，就认了吧。其实这款玩具呢，它走的是一个可爱风格。那你说，我觉得它可爱吗？我先说一下，其实我个人是姐控啊，所以 Q 版萌系大眼睛、粉嫩粉嫩的小妹妹呢，我是一点兴趣都没有的啊。如果不是你们爱看的话呢，其实呢，我也不是那么喜欢发这些照片给你们看啊。那么就没有办法了啊，因为大家都好朋友啊，做节目这么多年了，对不对？配合一下大家是可以的。其实这一款的话，我个人，这是要强调一下，这个封面这么粉嫩的一个感觉，但实际上呢，玩具拿到的时候，我是有点小失望的。这个配色实在是太偏灰色了啊，非常的阴暗，而且打光的部分呢，其实，如果你不是特别光的话呢，特别不是很足的话呢，它很容易脸上会有阴影啊。那么这个在摄影上的话呢，就是这个就一点都不是蜜桃女孩，她脸上有点阴影啊。就是腹黑的感觉啊，应该是黑寡妇了吧？你随时从，而且还拿个刀啊，好像随时会被刺你一样。所以，可爱这两个字，我其实觉得以这一款玩具来说呢，对我来讲并达不到那个效果，达不到那个效果。但是如果你一个女体机器人来说的话呢，这个即使是 Q 版啊，线条还是做得很好啊，胸部的话是真的车头灯，不折不扣的车头灯啊。然后轮胎的话呢，设计在肩膀，那这个是我喜欢的加分项。那么，莉亚公主一样的一个头冠呢的话，就不用多提啊。RC 的一个特征。那么我最喜欢的话呢，可能还是眼睛旁边啊，有这个粉红色的眼影吧啊。这个以化妆的技术来讲的话呢，这个算是化妆的可以了。后面的话呢，大头的部分呢，可以看到后面有一些分割线，几乎整个变形的时候就是在玩它这个头了啊。那么以及有一个非常邪恶的，明明是机器人，但是却肚子上凹了个洞啊，这是肚脐吗？肚脐的话你就哺乳类了吧？啊，或者是说呢，你是给你。哎，给你插孔做充电器呢，什么实用的啊？Anyway，这个就各种邪恶的念头，对不对？想要骗宅男们有各种幻想的 idea 呢，在这个小玩具上面呢，还是比较充足的。可动性的话呢，除了这个腰的话呢是不能动啊，但是它可以在这个地方动啊，感觉
有没有很，这个就有点嘿嘿，嘿嘿是我自己笑，嘿嘿是我的笑声，不是他的笑声啊，就感觉有点小三八的感觉。这个背包的处理我觉得好看啊，这个做的这么大，然后有个喷射引擎的感觉，这个地方距离离这么远，我觉得是 OK 的。以及的话呢，非常还原到和会的这个屁股沟啊，这个屁股就 OK，有胸部有屁股有肚脐，那已经什么东西都齐全了啊。那只差嘴巴不能张开了啊！啊，我是说，如果能够嘴巴能够张开的话呢，多一个可动不是很好，或者是有一个替换脸啊，有个张嘴的一个替换脸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张嘴替换脸啊。这个的话呢，我们就开始来进行它的一个变形过程吧啊！我讲一下这个武器啊，这个枪的话呢是确实是比较紧啊，在插入的时候呢是会确实感觉到有一些阻力的，但是刀的话呢就没有啊。那整个变形的话呢，主要还是玩这个头。那我的习惯呢是先把这个肩膀的话给弄脱臼啊，整个给弄脱臼下来。再来的话，我们就直接把头的话呢，这个地方啊稍微往后拉一点点，就可以把头呢整个往上面推出去。为什么往后面拉一点点呢？就这个凸啊，它是扣进下巴后面的凹槽，它是这样子卡进去的。那我们就是退一下，把它这个头给拉出来，然后呢头部就呢180度，我们先把头给解决掉啊，这个头两侧给掰开。那我顺便提一下好了啊。这个头啊，这个车变人的时候呢，到这边的时候呢，平常的话呢是看起来好像有个洞，看上去好像是可以嘟的进去，但是呢，不是那么好抠进去啊，它基本上呢是有一点大力出奇迹，硬压的话呢，它就会咔的一声才会卡进去啊，不然的话呢，基本上是弄不进去的啊，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啊。这个我第一次掰的时候呢，对于这个进入呢，是感觉到有障碍的啊。不愧是这个 Peach 啊，不，P 啊 Peach Girl 啊，对我没有念错啊。然后呢，后面这个地方给打开，OK。然后这个，一个礼拜没有录节目，现在能量高涨了，对不对？这个两侧呢部件翻下来，然后呢，透过这个双动关节，这个地方转出去到这儿，转出去到这儿。这里的话呢，待会呢会变成车子的一个前方。然后这块凸的话呢，只需要把它往内折下去就可以了啊。这个不折的话呢，其实也是可以完成变形的啊，我觉得影响并不大。然后的话呢，我们接下来的话呢，把这一块部件的话呢，往后面推过来，这里，这块部件往下面推过来，形成一个车子的一个前方的一个部件，再把这个部分呢往前面放下来，放下来之后呢，我们把这个地方的话呢，这个地方可以稍微做个简单的结合。我先把一个大概的一个车子的一个形状呢给拼凑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啊，给大家看一下，到这儿。接下来的话我们怎么做呢？就是把这个身体的话整个往后面放进来。你只要记得把这个身体整个给放进来，然后呢，这那个脚后跟的话呢，我是觉得收进去好了啊，就放进来。然后两腿的话呢，稍微朝中间放一点点。再来的话是利用这个双动关节转进来，把轮胎转到外侧去，这里也是一样的啊。这里利用这个双动关节推进来，再把轮胎呢给推到外侧去，到这儿。好，大致的一个位置大概是这里。然后接下来就是呢，把这个手臂这里不是有一个凹槽吗？凹槽转进来啊，要跟这个凸啊做个结合。我说要跟凸结合，你就自己打模糊、打马赛克是怎么回事？然后呢，这个拳头的话呢，把它给转到靠外侧，这样子，就这样子。它的这个凹对大腿侧边这个凸，然后手去握住这个凸啊，而且是两手各握一个凸啊，这个就是就是大家很爱看啊，就是。喜欢看这紧实的结合的，玩变形金刚就是喜欢紧实的结合。这一侧也是一样，这次也是一样的啊。这里转过来，到这边。好，那其实这个玩具最后的话就是这个靠着手部啊，这几个地方的结合而已啊，这个地方的结合。我还是认真一点做节目好了啊。这个有时候一边讲一边变，有时候好像还是变得不是很到位啊。这个地方先把这个地方给握紧。再把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给握紧，好，捏紧了，然后呢，这个地方再把它给卡进来也是可以的。那这个地方卡进来的话呢，一方面是固定手，一方面也是把脚给固定啊。这个两方面的话呢，都是同时需要做一个固定的。好，然后呢，前方这里就是把这个地方再次的扣回去，如此这般就可以了。那轮胎的话呢，就是在这里，但是呢，我的这个轮胎的滚动性呢是非常之不优秀啊，我这一款。啊，基本上卡住的一个情况是比较严重的啊，还是说我这个其实我看一下，我好像没有什么地方卡住，可是它就是那么样的一个不怎么好滚动的感觉。好，到这边，那以及的话，它的一个武器啊，这个刚刚提一下啊，这个武器是可以扣在这个地方啊，
而且这个枪的位置，这个枪口对准的一个身体的一个下部啊，实在是非常耐人寻味啊，各种恶趣味的一个变形感觉，对不对？好，那我们来看它这个载具的形态啊，刚刚上面的话，这个武器的话呢，忘了给各位演示一下，它就是单纯那个插上去就可以了。那玩具的大小尺寸的话呢，我们把它跟之前魔方推出的这个滑车做个对比。它可能比滑车的话呢还要再大一些些。那玩具的滚动性来讲呢，我单独去推的话呢还可以啊，但你可以注意到前方的这个地方这个轮胎一定要跟上面的这个车顶的这个吧，车子侧边的要保持一点距离，它才能够顺利的去做一个滚动啊。那它的话呢就变成说呢，四个轮子的话呢就。滚动性你要完全一致的话，其实是有一定的难度的，特别是后面这两个轮胎。我不晓得是我什么地方去没有变形到位，还是怎么样？我觉得它的一个推动来讲的话，是有明显的一个还蛮严重的一个问题的啊。那以这一款整个玩具来说呢，我觉得它的车型的可爱度啊，其实比人形还要再更 Q 版一点点，至少不会看它的表情，因为我还是提了这款玩具，我觉得最大的毛病真的就是。为什么是这种灰色？真的非常的、非常的不优啊，非常的不优。如果它这个灰呢是跟前面这个白是一样的话呢，那么这个就是货真价实的，就是 Peach Girl， 它不是没有那种腹黑的属性，就一整个是阳光灿烂的一个小萌妹了啊，非常非常的可惜啊，配色不对啊，这是我觉得它最让我觉得可惜的地方。那至于变形什么的话呢，基本上也是蛮简单的，就是来回也不可能，就是一分多钟就可以完事了啊。那今天的话呢，就跟各位分享这一款魔方推出的这个 Peach Girl。整体来说的话呢，刚才讲过嘛，对，就是配色有点小问题吧啊，其他的话倒是没有什么多大的问题。那关机也是比较偏紧实的，配件就是枪跟刀啊，在人形跟车型的话呢，都有一个收纳的地方。整体来讲呢，并没有明显的缺点啊。那就谢谢各位这一集的收看，我们下次见，拜拜。